特别的事情发生，对，有很多故事可以在过程中跟大家分享。哇，当时冲锁了国体，所以让国体当年呢、前进四强差一点点，还有点辛苦。那106学年度呢，国体是后来拿到冠军，抢进蓝底，获得这次全场的包夹，杀进蓝底。陈冠中给陈的郭汉上来，其实在内线都有一定的一个经验值跟高度，甚至企图心。是，其实昨天如果陈一伦在攻击上啊，能够多强势一点，输球往前推进，林子伟对抗之后把球摆进篮筐。对，这没问题，可以算是换上完全不同的五个人的组合。所以一开始就把球给送到对方的手中了，强度还是内线。洪波浩及时出现在适当的位置，一样从高位再发动攻势。对，他的圆柱体相对的来说就比较大。好球，好球 ，nice pass，nice。哇，这个点球漂亮，洪波浩刚好抓到了朱义军要换手运球的这一步。打，拖车从中路，陈冠中左手放篮，好球。你要去在场上去适时的吸引裁判想哨，让你有站上罚球线调手感的一个机会。哦，好笑！拍拿球不出手，对方对上来之后只能够压肩进行突破。打得太犹豫了。对，好，两队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三分球进。但国体在第二节啊，10-0攻势，有没有看到由我们转播单位提供的字卡？对。哇，少辅还是硬打篮下，一直在吃把费啊！打好打满。高旭的林子伟，底线的空档出来了，把弧度拉高，今天两队的第一个三分球。其实在这体型上都有很大的差距。陈俊南在墙边没有机会的话，其实最后空档都会创造。其实就像我们在讲的，已经发生在场上了，快当中并没有为自己创造一些优势。好球。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不同。哦，也第一时间，三分钟球交给陈俊南，绕过之后又是轻松两分。国体在今年呢跟高师大交手过一次，事实上呢是在今年的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号。哇，方伟成这球，哇 ，coast to coast 打得很精彩，一打二。第一线空抛再交给蓝兆福，只手遮天，蓝兆福准备双指演出了，接下来往篮底杀，谢承安跟蓝兆甫都来了，还是交给兆甫。哇，这是蓝兆甫的记录之夜。韩杰玉，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三节。哦，好球！多踩了这一步，创造了空，来自于过去能人加上。好球。所以国体大意也没有办法大意，以目前的比数也没有完全决定胜败。右边的空间比较小，交给陈俊南绕开了之后，大跨步换成左手上来。好，俊南今钢铁樱木真的烂招数，刚刚得分以后回来，他就一直在指使着队友防守。所以我觉得国体大今天第一季三分外围到底什么时候会产生呢？陈俊南空中对抗，拉杆 ，double crunch， 第二动作，这又有点。好球，好球。谢承恩还在看外围的防守球员，来不及帮队友回防。解围之后，陈俊南哇，又多遇了两下挑战，但篮底下还有蓝少辅做资源回收。少辅已经是拿了20分了。差点发生到失误，
少辅一样维持着今天在游戏区的一个攻击。高志尧现在是疯狂包夹，我又被国体冲破了前场。我好像好俊还是杀到篮底，还是少蓝少辅再补，篮板15篮板，有机会演下三射手。好球，球进算秀恩。这一次国体在今年的场均得分只有65分了，事实上得到超过70分是不多的。也就是整场比赛没有任何投进，没有投进任何的三分球。以80次的一个场均分配来说，好，最后比赛结束，国体这场比赛创下一个难得的记录，就是整场比赛没有投进任何三分球，但还是一个很大的比分，77-64，13分之差击败了高雄师范大学。